吃饭。爽脆黄瓜皮，鸭腿，18克，我这是一盒的量。只有今天一天的活动，而且库存有限。Thank you.
肥而不腻，瘦而不柴，而且这个充足的梅菜扣肉这个味道超级好吃，很绝这个味儿。但是这里面都有这个肉丁，拿这个梅菜扣肉拌一下米饭，绝了！你看，一点不会觉得它腻。只有今天一天的活动，而且库存有限，姐妹们挂小黄让你们其他吃饭。今天吃虎皮辣椒黄焖鸡，我一吃黄焖鸡就是咱家这个黄焖酱料活动来了，平时发6包的，今天给我们到手8包，回家可以做任何的黄焖菜。用这个黄焖酱料的汤汁拌米饭，可下饭了，可下饭了。
黄焖酱料，一包酱料秒变大厨，需要的你们就去。